好啊，嗱，各位朋友啊，你哋好啊，咁而家就嚟到31号嘅凌晨5:41吓，咁啊，又开咪讲讲啊，龙庭，因为咧都有啲嘢系必须要开咪讲嘅，因为关乎佢呢个事件咧，其实都好想佢过去，咁但系问题咧喺我嗰个片里面咧，的确。就好多嘅留言嚇，咁啊都有帶有啲攻擊性，咁啊有啲係攻擊我噶啦，咁我都講到明我個channel 咧係唔會同人嗌交咁嘅，有啲人係呢度有啲可能係即係自信心爆棚，又或者控制欲啊個好強嘅人咧，佢硬係要想同你挑機，即係例如我一間講嗰個人，咁嗱呢條片咧會分一 part 就係講一個回應啦咁跟住咧，如果大家唔想聽呢個回應咧，就直接跳去中間講啊龍庭嗰個事件。我想強調，因為裡面有個觀眾嘅見解啊，的確係幾離譜嘅。咁我想今次開麥咧，就講一講呢個事件，咁就希望令到成個事件咧就圓滿少少，亦都係可以希望開導到呢一類型嘅觀眾啊。咁啊。好，咁啊，先至聲明啊，我個 channel 咧就唔會同任何人嗌交嘅，即係如果想嗌交咧，即好似呢位朋友咁咧，佢想嗌交嘅其實，咁但係我個 channel 好可惜啦，即係唔會同你嗌交嘅，即係大家都互不相識，你喺個互聯網嗰度咧，你嗌交好多渠道嘅，即係你可以去其他嗰啲 channel 嗰度嗌到你天光仲得，但係我係好忙嘅人啊，即係。但係我都好想講下，即係世界上面啊嗰啲嘢嘅我嘅見解啊，咁啊同啲志同道合嘅朋友分享。我都希望我 channel 即係各位朋友訂閱入嚟咧，都有一個即係好高尚嘅情操嘅榮耀喺度。咁呢個係我嘅心態，因為我呢條 channel 做咗世㗎即係唔係話就咁玩玩下，即係嗰啲好似啲人話哇 YouTuber KOL 可以揾好多，講真揾幾多啊？呢啲我而家做咗 YouTuber，即係可以入到佢嘅門檻之後，我先知道佢嗰個運作即係仔細地知道佢嘅運作係點點點點先可以有即係比較叫好啲嘅收入咋。但係咧，其實呢一啲嘢我出去接過 job 啊，都有啲 YouTuber 都唔知要講幾耐先至有嗰個人工喺度啦。咁啊，仲要有啲係要埋沒良心講咁樣，咁先至有嗰個人工嚇。咁我係唔需要靠呢啲生活嚇。我呢個 channel 係純粹係我個人嘅分享，大家中意聽嘅就支持小弟嚇。咁就係咁樣。咁首先咧喺呢一度。我要多多謝，即係有位朋友，應該佢都未必係希望我點名，咁佢就有喺個 super fan 嗰度咧，就有貨過一個叫即係一個打賞嘅金過嚟啊，咁我 channel 裏面就好少，咁啊都好多謝呢位朋友先，係啦，咁啊多謝你嗰個付出嚇，咁我會即係保持一個中立嘅心態，應該你都係認為我保持一個比較理智嘅心態，就會有呢個打上出嚟。好，咁啊事不宜遲嗱，首先嗱個熒幕就未必睇得到㗎啦咁我呢個就點都要開名講講，因為點解嗱？呢位朋友係叫做 USA EI1HE6SI。跟住有個7Y 咁樣嚇，咁呢位朋友就 H 字頭啊，咁啊咁啊搞鬼啦，咁啊佢嗱喺2個幾鐘頭前啊，佢一路留言，咁啊留言咧就講幾樣嘢嘅，就係話咩即係咩口口聲聲話救人，咁啊但係你又咁偏頗，咁啊根本就係即係咩蛇。咩受人錢財，替人消災，冇拖冇欠咁樣，跟住口口聲聲又話唔識對方卻幫到出面啊，救乜嘢人啊，離太譜！咁啊，跟住越講係越離譜啊！佢自己都失控埋啦。咁佢講咩咧？就係話你越解啊越難，越令人難明你講乜嘢要救人。咁 TV 都放人啦，你救乜鬼嘢？呢個大媽咁樣嗱，咁啊大概咁嘅意思啦。
咁啊一路上去佢都仲留緊言喎，咁啊跟住話主持啊，你唔好長篇大論啦，龍庭咧就會流將會流失咗大量嘅 fans， 係冇辦法打救嘅事實嚟㗎啦。咁啊兩個幾鐘頭裡面啊，咁啊連續不斷嘅時間咧留言啦。咁佢由兩個鐘頭前就留言到一個鐘頭前，即係佢總共咧係一個鐘頭內係留咗大概五六個言到啦。咁好啦，咁點解我要開名要講呢個人呢？就係話其實呢個人喺網絡上面，我見到好多呢類型嘅人咧，即係睇其他啲 channel， 即係當然其他啲 YouTuber 都可以 cut 曬嗰啲留言嘅，但有啲係 cut 唔切，我都會睇到嘅。咁其實有啲係咁嘅人嘅喺現實裏面啊，即係我當嘅人先，唔好當嘅 AI 啊，當嘅人先。咁其實咧有啲人，我認為佢係好想喺個網絡上面發表佢嘅意見，咁係有機會佢現實裏面嘅生活咧都唔係太豐盛啊，同埋都唔係太多嘢做，即係佢都唔係身兼要職嘅要員嚟噶啦。因為如果身兼要職嘅要員啊，點會做呢一個咁嘅動作咧？你諗下嗰個時間係好緊要啊。咁佢無聊到咧，要攞嗰個成功感啊，控制欲啊，即係支配欲啊，佢要做呢一啲嘢咧，佢想喺一個頻道裡面咧係咁樣去俾人知道佢嘅存在。其實呢一位朋友啊，我一陣間咧就會駁曬即係你嘅言論噶啦。咁個原因係點解咧？你呢一啲嘢咧其實好擾民啊！即係嗱，我講真，我都好忙。我如果睇你一啲咁無謂嘅留言咧，即係我覺得好嘥時間，係對其他嘅觀眾朋友係好唔公平，因為我真係睇唔曬啲留言嘅。大佬，你係咁留嘅時候咧，咁你係咁留呢啲廢話，我認為廢話點解咧？就係第一，你冇睇曬我嘅片；第二，你唔明白我嘅片；第三，你批判我嘅人格喎。你頭先話咩受人錢財話，咪即係等於之前咧有個人嚇就話我係洗白黨咁樣。我已經話咗俾你聽，係冇人使得喐我。你以為你自己係咩人啊？你係高官嘅權力壓落我嗰度啊？你係權貴去誘惑我啊？我話俾你聽，某些高官又係我嘅朋友噃嚇，佢哋都冇咁樣去屈一個人啊！你係咩身份咧？我搞唔清楚你係咩人。你喺網絡上面，你自認你自己係一個鐵甲威龍啊，或者你係一個 Iron Man 啊，我唔知道你自己覺得你自己係咩身份，我真係好唔明白。即係我識嘅富豪裡面嗰啲富豪朋友，大家都係客氣氣，高官盡著都係客氣氣，因為點解咧？我哋係一個前線嘅工作者，我哋真係去同佢哋拍好啲嘢，各樣嘢。咁其實係。喂，大佬，大家都係一個合作關係噶嘛，係嘛？即係你對我唔好，我可以隨時唔撈噶，係嘛？咁佢又損失咗一個好嘅幫手啦，係嘛？咁點會係用呢啲咁嘅言語？即係你呢位觀眾嚇，呢位觀眾朋友，我覺得你咧就其實有小聰明噶，不過你好可惜係俾呢啲小聰明咧喺潛意識裡面控制咗你自己嗱。如果我冇估錯嘅話咧，你呢位朋友啊，你本身係一個好自卑嘅人嚟噶，你可能唔認啦嚇，多數都唔認噶啦嚇。但係我分析俾你聽，你係有自卑同埋呢一個抑鬱嘅傾向。個原因點解咧？你可以喺一個鐘頭內可以留五六個言喺度，你點解一條片可以觸動到你咁嬲，嗰個怨氣可以去到咁大咧？你有冇諗過你自己呢個問題啊？即係你覺得呢種怨氣好少，咁係你嘅問題。但係我覺得你個怨氣好大嘅，因為即係有某程度上，我覺得你好可悲。即係其實我好想幫阿龍庭，幫佢即係喺道理上分析咧，就係同佢走出呢一個陰霾。咁你以後會睇到佢嘅行徑到底係正義啊，定係唔係正義噶嘛？你可唔可以俾個機會俾人哋，
證實自己的存在，即是不要活在你自己的思維裡面。你剛才那番的言論，我告訴你，你觸犯了一樣很重要的東西，你沒有證據之下，你寫了一個文字裡面，或者你說了一段話，你現在是屈我什麼？你屈我去認識他嘛，即是跟他很熟，跟著偏幫他嘛。我由頭到尾都沒有偏幫他的，他有做錯事，我就叫他，喂，你如果影響到個公眾，你去做慈善，那大家心安理得一點，那這個已經是做了，是吧？那你還想怎樣？即是你自己覺得你很清高，你是一個皇帝，什麼人都要聽你的說話，連我都要聽你的說話，那麼特別的，我跟你不識的，又你又未必是我老闆，是吧？那調翻轉頭，即係你聽我話得唔得咧？係嘛？即係嗱，呢位觀眾咧，講真，你講真係有少聰明，但係個慧根啊未到啦。我而家好想咧，令到你醒覺，即係耶穌所講嘅醒覺，甚至乎釋迦牟尼嘅你有一個覺悟喺度，你先至可以咧控制翻你自己。因為我覺得你已經係俾人 mind control 咗，因為你睇到嘅嘢全部都係負面，仲要就唔係事實嘅嘢，你係嚟屈。我告訴你，在網絡上面有些人可以被你欺凌的，但是有些人是真的你欺凌不到的。我告訴你，在個網絡上面和現實都是一樣，是很可怕。你咪以為一個人是找你不到才行，就是 你類似你這樣，即是沒有頭像沒有姓，你以為你在這裡、就是、屈一個人，你就覺得你自己很光明嗎？人家只要查一查你的 IP 就知道你大約在什麼區域。你啊，就算好似嗰啲間諜咁樣啊，用嗰啲公眾嗰啲咁嘅網吧又好，公眾嘅網絡又好，人哋都知道你大約個範圍喺個邊度發表呢一段嘢啦，係嘛？係人哋唔去揾你啫嘛。你知唔知道？如果你真係好似啲間諜片咁樣，你真係要發表一啲言論，而人哋咧就揾唔到你嘅，你咪好似啲間諜咁咯，即係你睇電影都睇到唔少啦，係嘛？但係真實嘅間諜可能都係咁㗎，就係、是、你用張太空卡咁啊，喺啲落後嘅地方，唔知邊個山卡拉，咁啊跟住去發段嘢出去咯。咁人哋懶得去揾你啫，但係要揾你都揾到啦。睇下而家啲詐騙嗰啲都仍然可以起曬成個巢穴嘅，點會揾你唔到啊？所以有時咧，我覺得做人咧，唔好去公然去揾一啲敵人翻嚟啊，好蝕底嘅其實。即係你覺得你自己好有滿足感，就滿足到你嗰、那個支配欲咁樣，咁係你自己傻仔咗啫。講真，其實我覺得你呢類型嗰個思維咧係好低能嘅。個原因點解咧？好低智。其實你多個朋友，你是進步得很快的，即是你有什麼東西可以問一下個朋友的嘛，一個人是不會認識所有東西的嘛，是吧？那你不認識那些東西，你可以問個朋友，一起去研究，那你就進步了。但是你現在呢，用一個支配欲去欺凌人家，去屈人家，喂大佬，那你就真的沒有了這些朋友咯，是吧？那更何況你又知道我認識些什麼嗎？那你或者即係好似攝影上面啦，係嘛？即係你有啲嘢係未知嘅，你以為喺網絡上面揾到曬啲嘢，其實喺攝影學上面啊，網絡上面都未必係全部嚟㗎。如果你想做高級嘢嘅，其實多個朋友你咪大家傾下偈咯，係嘛？唔一定要開戰啊，開戰係做咩啫？即係你諗住去支配嗰個人係你好有榮耀，咁你就要去睇醫生啊！即係你有妄想啊、焦慮啊，甚至乎抑鬱狂躁啊，都齊曬㗎啦！你個現實都未必好過啦，因為點解喺你身邊人好辛苦？因為你成日要支配人嘅。又或者你自己在現實裏面是被人欺凌緊，跟住你想在網絡嗰度支配翻，咁攞翻個平衡亦都未定啊！咁但係你都係算係可悲嗰類啦，係啦。嗱咁啊，呢個朋友咧，嗱一陣咧我就會將你，因為你個留言咧就已經喺 YouTube 嗰度咧佢 block 咗噶啦嚇，咁我一陣間就會將你個留言咧就冚曬佢。咁啊，如果你即係繼續想支持我呢個 channel， 即係大家當傾下偈嘅話咧。就俾個 like 啊，嗰樣嘢咯嚇，咁啊一路睇落去咯嚇。如果你生活攰咗，咪過嚟聽下歌，咁甚至乎你想有咩歌想聽嘅，大家一齊去研究一下係嘛？即係好多嘢戲都得㗎
咁啊唔使一定要開戰，開戰嚟做乜鬼啊？你睇下嗱，你一路留言咁嗱，我就咁呢度都已經有五個咯，係咪先？即係好無謂嘅嚟噶嘛嚇。我覺得你係仲有一嚿咧，即係因為你寫都係寫文字，都係文質彬彬，都係未有粗口字㗎嗰樣嘢。咁我都當你係一個即係未係太差嘅人咧，咁我同你交流一下咯。即係我覺得你仲有一嚿嘅嚇。咁啊，公民論點啦？好啦，咁啊，跟住到呢、這個啊，係啊！頭先嗰位咧，你仲有一個言論就係話：，喂，主持你即係廢話連篇咁樣。其實真係㗎，我不嬲都係咁講。你唔中意睇我嘅 channel， 你可以去隔離嗰個嗌交嘅，即係就係咁啦嚇，即係唔好影響到其他觀眾啦。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到阿龍庭事件啦嚇，真係好緊要，因為我都唔想我啲片係太長啊。咁啊～嗱，關乎阿龍庭事件嗱，唔知大家睇唔睇得到啊？咁我呢個咧，我就嗱，我唔開名講啦嚇。咁啊，有位觀即係佢裡面咧，就有位觀眾咧就話質疑咁就都係俾 YouTube 嗰個 block 咗嘅。咁啊，佢質疑咧就係話我講阿龍庭嗰啲嘢咧到底即係你係咪即係洗白黨啊嗰樣嘢嚇？咁我就喺嗰度再三澄清啦。咩叫洗白黨咧？即係話你覺得我係同個蛇鼠一窩即係一定係一個衰人咁樣，你先講呢啲嘢啫嘛。其實你一講呢啲嘢就暴露咗你同頭先嗰位觀眾一樣，都係一種即係你自己諗嘅嘢，即係你有妄想啊，大佬！你自己諗嘅嘢變成真實，跟住你係去屈嗰個人。咁你唔係妄想係咩啊？即係所以都係要去睇醫生嚇，真係要去睇醫生。唔係咧，我覺得你喺屋企裏面係喺你個屋企啊，係好危險。即係我救得其他人都，即係希望可以開導到其他人啦。唔係話救啊，開導到其他人，我都想開導埋你呢位觀眾啊。係啦，好啦，咁啊，跟住咧嗱，呢位觀眾就緊要啦。呢位觀眾咧，我唔開名就應該唔得啦。即係。嗱，呢位觀眾咧就係叫做 Wing Chow， 7719嚇 ，Wing Chow 7719。咁佢嗰個指控係好可怕，佢個指控咧就係佢應該都係話我噶啦，就係話好有道理，你想救殺人兇手都可以冇問題。啊，大家可以睇下嚇，希望大家可以睇一睇到，大家可以。救殺人兇手都冇問題啦。其實我已經係好俾曬面噶啦。喺上一條片咧，有啲即係嗰啲粗言穢語嗰啲留言咧，我都費事咁樣對住個熒光幕，即係對住部 camera 咁啊，俾人知道嗰個名啊，嗰樣嘢費事事端。嗱，你頭先呢位 Wing Chow 嚇 ，Wing Chow 7719啊，W 字頭係啦，咁就。我都係當你係人先至同你講呢啲嘢啦。如果你 AI 唔係人嘅，都好難明啊，可能嚇。AI 都還可能仲好過人啊，而家嚇調翻轉，因為人真係好狡詐。即係例如呢位 Wing Chow 咁樣，你咩叫救殺人兇手都冇問題。即係你將龍庭係變成一個殺人兇手係嘛？或者係你覺得龍庭已經係摧毀咗人哋個家庭，已經係殺咗人哋。個老婆啦，咁樣係咪咁嘅意思啊？即係如果我用你個思維去諗，係咪咁樣啊？嗱，如果我咁樣嚟同呢位觀眾講翻咧，你都覺得好恐怖啦，係嘛？即係你自己聽翻呢個阿 Wing Chow 啊，你自己聽翻你自己呢個言論都好恐怖啊，大佬！你發生咩事啊？你將一個三角戀又好，雙角戀又好，你形容成一個咧真係殺人放火嘅事件，其實係咪真係要放到咁大咧件事？咁我一陣間就會講，因為有位觀眾咧，佢自己都係小聰明嘅嚇。咁你呢位 Wing Chow， 你將個龍庭啊變成咩殺人兇手咁嘅角度去看待，嗱你就好有問題啦。個原因點解咧？真係妄想啦。個原因點解咧？因為你個負面情緒咧，講真已經俾人 mind control 咗，因為你。唔會再睇到呢個世界上面有乜嘢好嘢，同埋咧唔會再信任其他嘢。即係我覺得你嘅身邊嘅人係好辛苦。我其實係好想開導到你嚇，即係我講呢番説話點解咁嚴詞咧？就係你
將少少嘅事，你覺得係一啲影響到公眾嘅嘢，你就將佢咧發酵到一個原子彈咁樣。咁即係話喺你嘅世界裏面咧，係唔會有嘢可以解決到嘅。同埋人哋做少少錯嘅事，如果你係管理層就大件事啦。你嘅下屬做錯少少嘢咧，你都會即刻炒咗佢，跟住咧仲要起埋個祖宗十八代出嚟，老婆仔女全部掉曬海，係咁嘅思維嚟啩？係嘛？咁你話你啱唔啱啊？唔啱啊！係嘛？呢個三角戀到底係點樣？呢個兩角戀到底係點樣？你都係靠一個報導，跟住喂大眾嘅言論，咁你就係支配咗你嗰個思維啦。仲要將佢放大到咁樣，但係點解我可以將佢咧？化解出嚟咧嚇，化解出嚟就希望阿龍庭咧就可以踏上一層樓咧，就係因為阿 Wing Chow 你呢位觀眾啊，你明明你一係就好細路仔，一係你又年紀大，但係個思維好細路仔。其實你未明白人生係乜嘢，係嘛？我而家就係同你講少少人生嘅嘢嚇。人生係乜嘢咧？人生我哋喺後生嘅時候，或者你係年紀大，但係個思維係未到一個成熟階段嚇，好多人都係咁噶。佢就會覺得呢個世界咧係非黑即白，但係當你有咗人生嘅閲歷，阿 Wing Chow 呢位觀眾，我相信你同頭先嗰位觀眾都係一樣，未捱過苦啊，嚇，未捱過苦啊，你都係個生命裡面都係一條線性咁樣過，即係你好平坦、好平淡嘅，啊，你冇乜點樣大起大落，因為通常有個大起大落嘅人咧，就唔會咁樣去講嘢噶嚇，唔會咁樣去諗嘢，將少少事係爆到好似成個原子彈咁樣，嗱你。你想想這件事你是不是自己有問題，我現在是想開導到這位觀眾，即是其他觀眾都要有少許耐性了。那Wing Chow，我覺得你呢就應該我有個提議啊，你多啲睇遠嘅嘢啊，即係譬如你去郊外咁啊，你唔好做咁多城市嘅。我由你呢種咁嘅思維，應該你都係好少去郊外嗰度咧，就睇下啲靚嘅風景。因為你個思維裡面可能冇靚嘅風景嘅，可能覺得個商場裡面個物質就係你嘅靚嘅風景，可能係咁樣。嗱，你試下去郊外，用你對眼睇下無限遠嘅嘢多啲，睇下啲綠色嘅嘢多啲。同埋感受一下流汗嗰種感覺，因為你去郊外咧，你行啊，吸收一下新鮮空氣啊，流下汗，個人都會精神啲。因為你流汗咧，有好多嘢會發生啊，腎上腺素會高啲啲啦，安多芬會多啲啲啦，維他命 D 會多啲啦，吸收多啲啦，係嘛？咁呢個人咧會開心啲，就唔會咧睇啲嘢放到咁大啊，放到咁大。咁呢個係我為咗你著想，同埋為咗你嘅身邊嘅屋企人著想，因為你呢一類型嘅性格，如果你放喺個現實生活裡面咧，其實又係同頭先嗰位觀眾一樣，喺你身邊嘅屋企人係好辛苦。我相信你個家庭亦唔會好得去邊，可能你都即係可能係一個單身人士啦。咁你就應該都冇乜真心朋友噶啦，咁啊走嘅朋友應該好多嚇。咁真心朋友點嚟咧？咁好多觀眾都知啊。當你喺患難裡面就會見到噶啦，係啊。就係咁樣咯，所以我就係話你應該係未捱過苦咯。如果捱過苦係唔會咁樣，因為捱過苦係知道個苦係好慘啊！即係你除非你好偏激咁樣啊，點解個天要俾人捱苦咁樣？你睇唔通啫嚇，呢個係你嘅問題啊嘛嚇。好啦，咁啊，希望可以開導到你啊，呢個啊 Wing Chow 嚇7719。好啦，咁啊跟住到呢個啦，呢個又係直接影響阿龍庭嘅嗱呢位觀眾就係咁講嘅嚇。呢位觀眾我要開名嚇，叫Girls 先嚇。我要放大少少嚟睇。Girls Solo 嚇，就83680。Girls Solo 83680係啦。咁呢位觀眾咧就自認自己好聰明啊，咁喺裡面咧就。俾咗幾個問題，咁啊重點問題都係講緊佢其實都係話即係阿龍庭就已經係做咗小三，人哋有冇開房你知道嗎？咁樣啊，又識得寫呢啲嘢喎
咁你自己認為你好聰明啊嚇？咁其實我開得上一條片講，你估應該咁講啊？其他嘅觀眾朋友有冇諗過你呢一點咧？即係你寫得出嚟，你喺度耀武揚威，其實你係覺得你自己諗到呢一點就係你嘅全部啊！你會覺得好威啊！即係龍庭一定係同人開房啊，上過床啊，係嘛？就仲要係做埋小三啊，介意入佢個家庭啊咁樣。其實呢啲嘢喺我開窗爐之前一早就已經分析曬啊。不如我而家就估下俾你聽嚇，估下咋嚇，唔好屈啊嚇，估下。我想將你個小聰明咧係壓止住，而提升到一個叫大智慧啊嚇。嗱，其實龍庭呢個事件，如果你能夠可以站喺一個第三者嘅角度，即係外人嘅角度，你兩邊都唔識嚇。當然我都係兩邊都唔識嚇。其實你可以分析到咧，好多嘅層面出現嘅。根本上，第一個層面係咩咧？第一個層面就係、你等一等下，因為出面開始落雨，係啦。各位觀眾嚇，等一等下，我歇息。因為我要閂窗啊，係咁，我哋繼續傾下。因為啱啱落雨，落暴雨咧，咁我開咗窗，我費事佢撇雨，我就過去閂一閂個窗。好啦，咁啊開呢條channel嘅時候咧，其實如果你站喺局外人嗰度，就會推算咗幾樣嘢出嚟。嗱，我而家係估下嘅推算嚇，唔好話屈人哋啦。嗱，其實你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如果站在這位觀眾的角度，其實你想的事大部分人都想到了，即 你只不過現在在那條懶威，其實你那個智慧都是差一點，即小聰明來的，未到大智慧。我現在提醒你了，首先第一件事，龍庭如果第一個方案，龍庭他很想找一個好的歸宿，而又想找一個富有形式的歸宿，這個就是你們想的負面的東西。那他見了邱亞葵，咦，有些錢喎，好像是這樣，好像是這樣，有些錢喎，咦，那又有些即是這個叫做即是事業啦，又有些即是俗稱的有些料到啦，咦，可能做人處世那裡都有些經驗值是跟龍庭分享了。咁啊，龍庭咧，咦，開始仰慕呢個人喎，嚇咁啊，咁啊，開始 touch 咗嗱，呢個就係從一般嘅觀眾裏面都係咁諗，咁啊，開始 touch 咗，咁啊，介入去裏面咧，就諗住咧就上位啊，咁啊，可能阿龍庭都唔介意做小三，咁啊，唔需要即係唔介意名分，咁啊，諗住喺個家庭裏面佔一個職位咁嚇，呢啲其實一般嘅人都諗到啦，係嘛？咁啊，好似你呢位觀眾話，哇，佢哋會唔會開房啊？嗰樣嘢，喂，成人去上下床係咪好？即係冇乜所謂咁樣。即係呢啲嘢，講真，你喺俗世裏面有好多人都犯過呢個錯啦嚇，有好多人犯過呢個錯，大把人都知道。你諗嘅呢啲嘢係乜嘢？呢個就係負面諗嘅嘢。但係龍庭咧，佢否認咗，佢冇同呢個邱亞葵咧有更即係有嗰啲叫曖昧嘅情況裡面。咁你冇證據之下，咁你係強詞奪理就話佢係有做過呢啲嘢啊嘛，係嘛？即係你嗰個言論咪就係好似即係正常嗰啲負面嘅人諗嘅嘢咧，就係話佢一定係同人上咗床噶啦，仲要搞散人哋個家庭，罪大惡極啊！咁樣係咪真係咁樣咧？嚇！咁你又冇證據喺手，上一條片我已經講咗，你冇證據喺手嘅時候咧，我同你冇證據，咁你講啲乜嘢啊？你仲可以講啲乜嘢啊？你頭先所講嗰啲嘢，你諗嗰啲嘢，其實大部分人都諗到啦。但你冇證據裡面，你唔可以 charge 佢呢樣嘢噶嘛？呢啲就係成熟人諗嘅嘢，即係頭先嗰位咩 girl solo 啊，即係呢位網友啊，即係你唔好以為小聰明先得㗎嚇，即係咁樣就係先得㗎。咁好啦，第二樣嘢，第二個方案啊嚇，負面諗嘅第二個方案，阿龍庭。真係如你所願啦，同阿邱亞葵上曬床啦，好唔好嚇？
尖锐啲啦呢个话题。好啦，跟住想介入佢个家庭啦。咁啊，跟住咧就想奪埋啊呢個優太啊嗰個地位啦。咁呢個就正正係你諗嘅嘢啊嘛，因為嗰啲報道咧就寫到你有道到你去諗呢樣嘢啊嘛。咁到底係咪一個事實咧？係嘛？係咪一個事實咧？咁大家又係冇證據嘅喎嚇。咁即係呢樣嘢，即係又係估嘅啫嘛，又係噏嘅啫嘛。咁你係用咗你一個叫做社會嘅基本logic去諗，其實就係、是、即係你見到社會上面嘅即係第三者都係咁樣做嘅時候，你就有個潛意識認為所有人都會係咁樣做噶啦嚇。咁呢個係你個思維未夠成熟嚇、啊。如果我站喺中間嗰個思維去諗嘅時候咧，佢一日未有證據出到嚟嘅時候咧，你都唔可以將佢變成事實噶嘛，係嘛？即係唔可以咁樣噶。冇呢樣嘢嘅。如果你係咁樣做人嘅話咧，我相信即係呢個Girl Solo 時呢位網友咧，可能佢係女性嚟。咁我相信你咧嗰、那個家庭裡面咧都隱藏住好多危機，因為點解你未成熟，我個思維未成熟。咁又係啦，即係你嘅另一半，即係如果你係女仔嘅話，咁你個老公又係好鬼慘嘅，即係你成日疑神疑鬼，個老公咧會唔會係出去勾女人啦、啊、嚇，即係揾女人啊、溝女啊嗰啲俗稱叫。咁其實你都唔係好過啊，即係有呢種思維唔係好過，因為你任何嘢都係憑想像，未有證據之前，我哋唔可以當佢係事實㗎。嚇！呢個係成熟人要諗嘅嘢嚇，即係唔好話好似有啲觀眾話：哇！你係識佢哋兩個，我從來都唔識佢哋兩個嘅。阿優生呢啲咁嘅大人物，邊度會識我哋呢啲咁嘅即係YouTuber 仔咧？係咪先？雖然我識好多嘅達官貴人啊，嗰樣嘢嗰啲富豪級嘅我都識幾個嘅。咁但係問題阿優生係真係我唔識嘅，即係你唔好屈啦嚇。你冇證據去屈咧，根本上係你自己妄想啦嚇，你自己妄想。咁龍庭都話啦，嗱，好似我而家咁樣，我係真係影過佢啊嘛。但我真係唔識佢喎，我連佢電話都冇，咁我叫識佢啊？咁我梗係，如果你個口吻，如果你強硬性話我識佢嘅，咁我梗係識佢啦。佢唔係就係龍庭咯，就係我影過嘅其中一個，即係唱歌嘅歌手咁樣啦，即係咁樣咯嚇。仲有咩啊？係咪先？咁我真係唔識佢噶嘛，咁你可以老屈都有噶，係咪先？咁啊，唔正常啊！呢啲思維，即係講真，盡快去睇醫生嚇。即係如果唔係你個家庭，到之後咧，我相信你仲衰過呢個事件啊！嚇，即係講真，即係我見到香港好多嘅家庭都係存在住你哋呢種型嘅思維咧，就會搞到成個家庭好多嘅怨念出現。咁你可能你哋喺個家庭裡面唔係太好，咁啊，跟住就放喺個網上面發泄，咁呢啲就即係我都原諒你嘅，原諒你哋，即係因為你冇渠道發泄啊嘛，咁即係代表咗你其實身邊嘅真正嘅好朋友，可以講到心事嘅好朋友都少咯，即係因為你如果講如果你有啲好朋友，真正嘅好朋友喺你身邊咧，你係唔需要做呢啲嘢嘅，即係你。諗呢啲嘢其實係比較低嘅智慧，其實人哋都諗到曬嘅嘢，你仲認為自己係第一個諗到嘅嘢，即係人哋係諗唔到嘅咁樣嚇。好啦，咁啊，跟住仲要講埋一樣嘢嚇，仲要講埋一樣嘢，就係呢位 Girl Solo 啊，我就講俾你聽，就係如果你要開啟個大智慧，其實。我哋做呢類型嘅 YouTuber 嚇，一定係會諗埋其他嘢嘅。諗埋其他嘢係咩咧？就係阿龍庭呢一個事件，佢上一條片已經講過好多嘢。咁會唔會佢爆咗出嚟其中一樣嘢嚇？其中一樣嘢，咁有機會係佢介入嘅時候咧，咁阿優生覺得佢好纏住佢嚇。咁啊，跟住自爆呢樣嘢出嚟就想撇啦，龍庭咁又有機會噶嘛，係嘛？咁亦都有機會係佢阿優生嘅老婆知道呢樣嘢嘅發生，又想撇開阿龍庭嘅時候，即係如果你係負面思維嘅時候，咁都有機會係阿優太係佈一個局出嚟，咁啊想推走阿龍庭，因為龍庭始終個身份地位就係
俾你哋認為係小三啊，係嘛？即係一個局外人啊嘛。即係如果你哋負面話，喂，佢哋真係已經係喺度嘴緊啦，上埋牀啊！喂，呢啲我哋一早就諗到曬啦。但係你冇，即係你冇證據去支持嘅時候，你係唔可以當佢係發生咗噶嘛？你估下啫嘛。你一個即係比較高思維嘅人啊，即係你做過生意嘅人，你都會諗到曬呢啲嘢啦，係咪先？咁但係咪事實呢？我哋唔可以將佢變成事實噶嘛，因為如果唔係，如果你咁樣去諗嘅時候，咪就係同你一樣咯，將啲嘢咪即係未有證據裡面，你就講成事實。咁我頭先所講嘅嘢，咁阿邱太咪即係好工於心計，喂個樣啊純純品品嘅喎，係嘛？咁其他觀眾亦都會諗啦，喂呢、這個邱亞葵嚇，佢咧就搞呢個唱片即係舞台事業。舞台事業啊，大佬見嘅女星，見嘅二三線嘅女星啊，一線女星啊，幾多啊？係嘛？尤其是喺有錢人嘅裏面，有啲人都有個負面心態，就係話啲有錢人咧，喂，晚晚唔同女都得噶嚇。咁呢個又係你諗嘅啫。講真，咁有啲人係冇晚晚有女噶嘛，有啲人係即係正正純粹一個家庭噶嘛，咁又係唔出奇噶嘛。係嘛？咁跟住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喂，喺佢哋個事件裏面，喂，有機會係他著咗，咁呢樣嘢又係唔出奇嘅喎。戀愛嘅嘢邊有對錯㗎？其實嚴格嚟講，只不過而家即係你就認為邱亞葵嗰邊係有個家庭喺度，而有一個突然間出現嘅龍庭，你就認為佢係小三咁樣嘅先入為主啊嘛。所以如果你沒有證據之下，你是不可以將它變成事實的嘛。這個是我為龍庭說的話。有些人就說，喂，你這個就是包庇他。喂，我剛剛就是跟你說的道理，就是說你沒有證據之前是不可以將這件事當發生，你不可以什麼都變成假定的。我剛才說給你聽的那些都是一種假定，但你不會聽得入耳的，不會聽得入耳。那有機會是一個心計來的嘛，有機會是一個心計，那這件事會不會是一個炒作呢？是吧？即是什麼都有可能的嘛。總之你未有證據之前，就不可以憑即一兩張照片就說那件事是，喂，大佬，就這樣看就是證據不足的喎，很多事是吧？你還有一個人證都未出現，就是個記者。個記者未真係自己企出嚟講嘢，如果係真嘅，梗係企出嚟講嘢。大佬，喂，呢單嘢撈唔少噶。如果個記者一出嚟，喂，露埋面嗰樣嘢，呢單嘢喺佢自己個 Facebook 又好，喺 YouTube 又好，喂，做得記者啊，梗有自己嘅 channel 咁滯噶啦，係嘛？咁滯啫，即係有啲記者可能冇嘅嚇。我講嘢又唔可以咁武斷喎嚇。咁如果佢係有 channel 嘅，喂，呢單嘢可能都夠佢食啦，係嘛？可能有好多個月糧噶咯喎，夠我講咧有冇錯啊？應該冇錯啩。咁但係個記者又唔走出嚟啊？嚇，即係唔敢啊？定係唔係真啦？啊，如果你係真嘅，我咪就頭先講咗。咁呢啲全部都係我哋去推測嘅嘢。即係如果呢位嚇 girl solo 嚇，如果你去開啟你大智慧咧，其實你要放低下你自己。嗱，喺甄子丹。葉問三嗰度咧有一段咧，其實你要去睇下嘅就係話，陳國新嚇佢又飾演李小龍嘅角色，咁甄子丹就飾演葉問啦。咁啊，跟住一開頭嘅時候喺葉問三啊，一開頭嘅時候咧就係呢個陳國坤，即係李小龍嘅角色啦，當係李小龍嘅角色就去揾阿葉問。咁啊，跟住有一場嘅比武，咁嗰場比武係咩咧？就係陳國新咧就好想 show 佢自己嘅技術，即係佢覺得自己好勁。咁啊，跟住甄子丹嗰個角色啊，葉問啦嚇，咁啊，跟住飛幾支煙俾佢，咁佢都踢到嘅。咁但係喺葉問嗰度咧，跟住咧佢啊潑杯水過去，咁啊陳國新就一腳踢過去，咁啊當然嗰個水就冚埋佢面嗰度。咁如果有啲智慧人都知啦，即係衰咗啦嚇。咁啊，跟住咧葉問咧就走過去，慢慢開棟門。咁啊，李小龍即係陳國新呢個角色咧，就係自己好唔憤氣咁樣就走咗去。好啦，咁喺葉問三嘅中後段嗰度咧，咁啊當然即係葉問嘅老婆出咗事啦，咁啊永成出咗事，咁啊跟住就甄子丹葉問個角色就去揾李小龍，就叫佢教佢跳舞，咁跟住陳國新呢個李小龍嘅角色就問佢，
點解你當其時唔肯教我功夫？咁跟住葉問呢個角色就同佢講啦，我當其時開門，你就走咗去。其實我冇話唔教你啊，係你認為我開門就認。你就認定了我不教你，你自己走了去。所以他最後有一句很有意義的說話就出了來了。甄子丹就說了，放下你的執念，你就會有進步了。就是意思就是這樣。其實很多觀眾，就是編劇的觀眾朋友，就是如果你是想挑我機的時候，都試一下去看看這一段戲。即係好好咁樣去睇下自己係咪有問題，又或者自己照一照鏡，自己有冇問題嚇？咁其實講真喺呢個世界上面咧，係可以好多嘢和平解決嘅。至於你話呢個咁嘅三角戀又好，雙角戀又好，講真啦，如果你一個成熟人，阿優生嗰個屋企出現呢一個情況。如果你認為是有這個龍庭出現的話，那其實優生兩公婆都有問題的。為什麼優生會黏了在龍庭那裡呢？即如果你是覺得他真的話，那是因為他們兩情相悅嘛。為什麼會兩情相悅？就是因為優生和優太出了問題嘛。那個問題在哪裡呢？我不認識他們，我亦都不知道他們的私生活是什麼，所以我沒有權去講他任何東西。但如果你說照顧的話，就應該都是有些叫即類似那些婚姻裡面叫有個比喻詞叫七年之癢那些，應該都是大家平淡過頭，平淡過頭。但很多老應該說結了婚很久的夫妻都會出現這個問題，即是平淡過頭的時候，有時生活的衝擊少了，即這個是撇除了優生大把女兒，或者撇除了即龍庭想介入他的家庭，跟著他們兩公婆就要弄走他，所以才出這段事。撇除了這些，因為以上所說的都沒有證據的，估一下，估一下。其實回轉頭，在優生和優太說真的，在這件事裡面如果是出現了一些負面的情況，其實都應該他們是做了生意的嘛，沒有理由是不知道怎樣去解決個夫妻的問題的。小弟就在這裡提一提議了，即你們都應該很清楚，即出現了這些問題，其實在個生活上面都即大家知㗎啦，就喺個生活上面咧，就增添多啲情趣咯，增添多啲情趣，好多嘅一個情趣咧，即你上咗年紀嘅夫妻咧，就唔係一定係即夫妻嘅性生活咁啲，呢啲就係嗰啲即嗰啲後生仔嚇，有嗰啲身體衝動嘅後生仔咧，成日諗嘅嘢。其實一對夫妻咧，仲有心靈上面嘅神交㗎嘛，即心情即嗰、那個。愛意上面要做的事，其實呢這件事我就費事牽涉到太長了，因為始終都是講龍庭即我分析龍庭，在下一條片即我都想致送給莊允晴的家，因為其實家庭出了事就即出現這些情況，就應該個屋企都是出現情況了，這些其實是各人都有問題在這裡，即大家只要平心而論放低一點，應該是事情不會太差，也都是有個很好的解決辦法在這裡。好了，那講回龍庭先。那龍庭呢，就剛才所說的事就是一般的觀眾想到終極的事情，即衰極都是這樣的了。我就不知道其他觀眾還會想到什麼殺人放火的事情，很奇怪的。那些觀眾我就不理他的了，因為為什麼呢？佛陀都說過一句說話，就是如果他自己的慧根未到，你怎麼開導他都很難。就正正等於耶穌所說的一樣，如果一個人他未知道醒覺的時間呢，他未醒覺啊，應該咁講，就你好難咧傳到道俾佢。咁其實都是同一樣的嘢嚟噶。咁有些觀眾是很蒙塞的，即係例如頭先嗰個，即係一路留言那個啦嚇。咁我都希望你可以聽得落呢一啲説話，大家心平氣和啲啊。
啊，即係深呼吸下咁啊，出去睇多啲嘢，開開心心嘅嘢，唔好諗埋啲負面嘢咁多。咁其實咧，大家嘅人生都好過，咁大家成為朋友依家咪好咯，係嘛？嗱，咁啊，龍庭呢樣嘢咧就如果有 fans 即係有佢嘅聯絡方法，就不如即係請呢啲 fans 咧就幫我通一通知佢。我都想有首歌找他去唱，因為他好像現在的公司是 TVB， 我就沒有他那些經理人之前的 contact， 他自己的 contact 我又沒有那樣東西，那麻煩你們即通知他，如果你真的認識他的話，那告訴他我有首歌是想找他唱，看看大家的條件是什麼，合作是什麼，大家傾一傾嚇，大家傾一傾，咁我就冇乜本去製作噶啦。咁啊，希望即係做一啲嘢出嚟，我哋做一啲現實嘅嘢出嚟，就證明俾香港個世界、香港呢個地方睇啊，我哋仲真係有啲正面嘅工作前線人員喺度，而唔係嗰啲咩鬥嘴炮啊，即係吹水嗰啲啊，即係你鬥吹，咁個城市係唔會興旺啊嘛，做下實事好啲，做下實事好啲嚇，即係吹，即係你吹大家嗌交有鬼用咩？係啊，都冇實質嘅出嚟嘅係嘛？你只不過攞咗一個嗰啲叫做滿足感啫嘛，喺個網嗰度，但係冇嘢㗎，你滿足完之後，佢嘅心靈都係好空虛嘅，因為你根本上你自身嘅問題未解決過，即係呢度嘅問題嚇。好啦，咁啊，阿龍庭咧，我就有啲建議俾佢嚇，咁啊，我會講一講佢唱嗰、那個《天龍八部》嗰首歌嚇，即係世間切嗰、那個中咩係啦，嗰、那個總之係《天龍八部》嗰首歌啦，我會講嘅。咁啊，龍庭個衣著咧，我就想提一提佢啦，就係佢嗰個即係衣著嗰度咧，佢成日都係自己會著一啲比較喺國內認同嘅衫嚇。咁我覺得咧，其實唔應該咁樣嘅，因為點解咧？其實佢著國內嘅衫唔係唔好，但係你成日著就唔好啦嚇。咁啊，跟住就我想佢嗰個化妝啊、形象嗰位咧，整到佢後生啲，即係唔好整到成個阿太咁嚇。咁啊，仲有就係請阿龍庭如果佢有睇過我 channel 咧，就留一留意咧，我嗰陣時影佢嘅呢一條片嗰、那個 cover， 留一留意。自己代一代入去佢自己個樣裏面，因為呢個 cover 咧就係我見到佢咧就係非常之 enjoy 佢唱嘅歌，同埋好投入唱歌嘅表，即係嗰個外觀啊，同埋咧佢係個內心裏面咧係充滿咗喜悦嗰種表達。咁呢個咧個樣啊，嗰個樣咧我就覺得係非常之好啊！咁啊，希望佢可以做多啲呢一啲嘢，即係應該話係 keep 住佢嗰呢一個樣多啲表現到呢一個樣，應該咁講。咁因為佢加入咗 TVB 之後咧，咁我發現嗰啲化妝咧就成日化到佢隻眼咧鬼死咁大，好似成個燈籠咁樣，成日好似燈住人咁樣，咁啊怪怪地喎。咁啊，仲有咧就係佢個表情啊，佢嘅表情，因為龍庭咧個嘴咧係比較有少少。少少翹嚇，即係我哋叫做嗰啲叫上唇薄嘅少少翹，即係通常有翻咁上下知識嘅女仔都會係咁。其實咧，如果你有少少翹嘅時候咧，嗰個嘴咧，你可以咪多少少，咪多啲咁啲嘅啫，咪多啲咁啲咧，你個人咧笑起上嚟咧就唔會即係太過戚呢一個位啊。太過戚呢個位咧，因為你笑得太過戚呢個位咧，就變咗做太過心形嘅嘴咧，就唔係太好啊！呢個形象，即係好多人就會即係好似我啲朋友都話咧，即係阿龍庭佢唱歌都係得一個嘴就係咁解，因為你成日習慣咗呢樣嘢，你唔改善佢咧，就唔係一件好事嚟咯嚇。咁啊，試下我嗰個提議咁啊。希望你都睇翻你自己呢個樣子，呢、這個樣子我覺得係非常非常之好嘅。咁啊 ，keep 佢希望呢個樣係年青版嘅出現啦。好，咁啊，大家密切留一留意嚇，我跟住落嚟就會講講佢首歌，咁又會講嚴明熙，因為點解咧？有啲
咁嘅觀眾嘅留言咧，就更加會激發我嘅熱血嘅，因為我係一個咧愈強愈強嘅人，同埋我係一個真係全心講道理嘅人嚇。咁啊，無論點，咁我哋下條片見。多謝大家支持，咁啊，希望香港更加好嚇，係啦，咁啊，大家更加好，咁啊，下條片見 ，thank you。